刚才你说咱们班有一个完美主唱的时候，我以为你说的是我。那我不就是骗了你了吗？鸽子，你唱得很好，但是我相信你自己心里也清楚，咱们班最会唱的那个人是陈玉辉，要不然你也不会主动让出来让他先唱了，对不对？我现在后悔了，我让他先上是不想让偶像为难，而且我也没想到他唱完我就彻底没机会了。鸽子，机会不有的是吗？这次不行下一次，这次你的竞争对手是陈玉辉，实力太强了，没有胜算，不如下一次嘛。不管是这一次还是下一次，我也不管竞争对手是谁，假如我输了我心甘情愿，可是因为你同桌，我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如果我不推荐他，他什么机会都没有。为什么？刚才向东南提出要报名主唱的时候，他根本都没有举手。向老师，怎么了？我不想当领唱。什么？什么？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观察过，很多次的音乐课表演，他都不敢举手。假如我这次没这么做的话，他可能永远都不会被发现。原来是这样，鸽子。你还帮陈玉辉一个大忙呢。真的吗？真的呀。就是，而且陈玉辉被推上了擂台，你不就有竞争对手吗？大不了你们 PK 一下，但是现在我下次这次就算。你说的对，只要没上台谁都有机会，我要跟陈玉辉公平竞争一次。同桌，我原谅你了，但是你要帮我一个忙。什么忙？帮我练首歌。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我喜欢唱歌，是因为我外婆喜欢听我唱歌。至于能不能当领唱，我没什么兴趣，向老师，你可以把这个机会留给其他的同学。陈玉辉啊，你就没有想过你的以后吗？你不想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唱歌给你的外婆听？你不想做更闪耀的人？当你外婆一打开电视的时候就能看见你吗？那些都太遥远了，我没有想过。你是没想过还是不敢想啊？我，陈玉辉，勇敢一点。这不是勇敢不勇敢的事儿，我就是不想唱。不想唱还是不敢唱，等试过了就知道了。这是我助理林生生，这个周末我让他带你去见识见识。再见，再见。鸽子，你是来找尹新瑶的吗？她今天没来打球。我是来找你的。找我？嗯，今天音乐课上谢谢你。没事，我只是觉得不论实力如何，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对了，鸽子，你来找我只是想说谢谢吗？不是不是，我想请你帮个忙。嗯，什么忙？可不可以帮我练这首歌？你怎么会找我？你的小伙伴们呢？他们……我知道了。他们是不是说，鸽子你已经唱得够好了，不需要再练了？你怎么知道的？猜的。柯宇，
我真的很想竞争这次晚会的主唱，我想好好练，你愿意帮我吗？当然可以。真的吗？嗯，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才是真正的好。谢谢你，可以。正好我周日会去琴房，你直接来找我就行。嗯，那我们周日见。好，周日见，拜拜。这苏琪也太过分了吧，都这么晚了还不回来，这不让人担心吗？你回来啦？这么晚才回来啊？才十点半，十点半算晚吗？你跟吴老师在一起当然不觉得晚了。说什么呢？没什么。你饿不饿呀？我今天就吃了包泡面，这会儿特别饿。不饿，吃饱了。什么是周日见啊？好，可以。魏总，沟通过了，周日见的价格表我也发给你了，对方说只给我们15分钟的时间考虑。周日见，那就周日见呗。哎呦，向东南，我是去工作，我又不是去郊游，你干嘛非要跟着我呀？你不是说了学科互通，要见贤思齐吗？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虽然我很忙啊，但是在百忙之中要抽空陪你去取取经的。行，你赢了，我就当你去取经。不过咱们可说好了啊，在外人面前一定要低调低调低调。真乖。哎呦，虽然说打是亲骂是爱，但是你下手也太重了吧？这份爱我承受不起。别开玩笑了，快走。苏老师，千万别出门！苏老师，千万别出门！喂，姐。阿生。什么？不要出门。看一下。原来这就是周日见。外面很多人盯上。什么？
看就是假的嘛。冷静，我去开。不好意思，你们走错了。是你啊？危机解除。阿生，你快处理一下。不着急，哥，你先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告诉我。杨小松，嗯，周末要不要一起去爬山啊？晚上顺便在那住一晚。不要，下周一就要进行第一轮选拔了，我要利用这个周末做最后的冲刺。安了安了，不就是优秀教师竞赛吗？哎，得之我幸，失之我命。这是我给自己做的小目标，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你的目标不是当一个好老师吗？当一个好老师跟赢得这次竞赛是相辅相成的呀，最起码这是我行动路线的一小步。我觉得吧，一个优秀的教师并不是用这样的头衔来框你，而是学生们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像有的人急功近利的想要得到这个称号，不是本末倒置了吗？这样的老师学生肯定不喜欢。我不是在说你啊，我就说他。吴老师，他很受学生喜欢的，他的教学满意度不亚于你。你周末跟他一块去啊？所有参赛的老师都去啊，你要不要一起啊？正好可以听听课，互相学习一下。不了，我周末可忙。忙什么？我啊，得准备晚会，我还得写歌，还得备课，还得跟生生带着余辉出去见识见识。你要带他干什么去啊？哎，你别紧张，我这次带他去一个非常正式的地方。余辉天生的嗓音条件特别好，就是胆子太小了，所以我想带他出去见识一下，长长胆，增加一点自信。总不能败给了自信吧，向东南，你是怎么评上教坛新秀的呀？哎呦，你不说我还忘记了，你男朋友以前是优秀教师，教坛新秀。怎么样，想不想知道一下什么秘诀？想。怎么报答我？爱说。你能不能？行，我说嘛，行不行？这是我新写的一首歌。第一部分的主歌和副歌都已经完成了，你试试吧。我可以吗？你是不相信自己还是不相信我？好，我试试。来，过来。林生，你不说带学生过来吗？这大哥是谁啊？不是向东南跟我开玩笑吧？你什么时候见向东南对音乐开过玩笑？东南，好久不见啊！李总，这孩子谁呀？向老师的学生。哇，不错不错不错，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哎呀，东南，这次回学校你真是值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来，我们再来一次。情难用，拜托两句。哎，也
是没有看到老魏那眼神啊，恨不得直接连哥带人直接捋走，信仰难耐啊，真是。有这么夸张吗？但我的学生啊，真的特别优秀。嗯，这牧尘要是知道了，估计要仰天长叹，跻身于何生亮。你又瞎扯什么？哎，牧尘最近好吗？好得很。一个专辑十首歌，现在还没写完呢。十首歌，那不是赶鸭子上架吗？作品创作求精不求快，那十首歌怎么着也得个一年半载。他是不是被你爸给绑架了？最近都没看上他。不知道，哎，咱不聊他了。说你跟齐哥，之前你给他写的那首甜甜的歌，你给他听了没啊？他没又说这个，跟你什么关系啊？哎，我刚刚可给齐哥打电话，他说他在准备一个什么比赛，还和那个什么吴老师在一起。我知道。不担心啊？担心什么？我这么好的男朋友，怕他跑了？我相信齐哥是不会三心二意的，哎，但别的老师会不会挖墙脚，那可就不好说了。正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想说什么？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敢说那个什么吴老师，但齐哥没意思？有意思没意思都得让他没意思。我真该把这个拍下来给齐哥看看，你这吃飞醋的样子，太逗了。你别动啊，就刚刚那个节奏，再来一条。吃东西，哎，你看，再来一条嘛。快回去吧，估计他这会儿都到家了。你也快回去吧，别再减肥了，都瘦成干了。哟，这么关心我，不怕齐哥会吃醋啊？他不会吃醋，他只会吃炸药。只要喜欢呀，他就会吃醋。这喜欢的越深呐，这醋啊，沉。你最近拍的是这种调调的戏啊？都快成恋爱大师了你。哎，我告诉你个秘密。什么？自从我第一次进入佛祖宫里，齐哥就开始吃素了。快走吧，我走这边。嗯，拜拜。拜拜。什么是周志健？事情就是糟了。怎么了？近日，向东南和未来恋情再次被曝疑似旧情复燃。未来的父亲魏有才呢，也表示两人正在恋爱，并对两人恋情表示支持。据悉啊，向东南与光年娱乐的关系已经有所缓和。魏有才此举呢，疑似是为向东南重回娱乐圈做准备。向老师不是和苏老师在一起吗？什么时候变成未来了？原来苏老师才是障眼法。向老师和苏老师根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一点都不般配。加一，我从一而终，我站定向苏 CP。哎，鸽子、银杏，你们觉得呢？呼叫鸽子，呼叫银杏，他们俩去哪儿了？鸽子，你再试试。等等，这里还是不太对啊。我明明能听得出来你弹的什么调，你为什么总是说我找不准音？你难道不知道原因吗？没有人告诉过你吗？鸽子，你的音准有问题，唱歌是跑调的。
热搜爆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怕什么呀？向东南现在口碑好，热度高的，让子弹再飞一会儿，飞一会儿。我只是担心向东南那边。你把未来看好了，别让他乱说话啊！向东南那边已经搞定。搞定。小崔，现在向东南和未来的绯闻不是你要操心的事儿，你把时间和精力多放在那个沐晨身上，好不好？啊，你多操心操心他的专辑，这拖了多长时间，等什么呢？韭菜再不割就蔫儿了，他卖给谁呀？明白。奇怪了，这事儿啊。这有的人吧，你不加热它就凉。这还有的人呢，你把他的火撤了，他自个儿还着，还越着越旺。魏总，旗下艺人魏来与向南恋情未拍，是否坐实一直处于传闻中的恋情呢？魏总，您如何看待这段恋情呢？您对于这场恋情是支持还是反对？魏总，方云乐是否是为重新机会向东南造势？这是他们年轻人的事情，我不干涉。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还是请大家持续关注未来刚刚杀青的信息。谢谢大家，谢谢。麻烦大家让一下。魏总，请您回答一下，恋情是否坐实？魏总，莫老师，最近魏总有意推出新人扶持计划。现在已经有几个备选在谈了，时间不等人，咱们得抓紧点儿。沐晨，最后一首歌有感觉了吗？所有的人都等你召唤哦。向东南三年写不出歌，你们都愿意等。怎么一到我这儿来，就时间不到等了？现在有两种选择，一，像以前那样冷处理。但是这次魏有才模棱两可的态度，让这次谣言的热度有所发酵，所以冷却下来的时间可能会更久一些，而且冷处理。等于直接让渡了主动权，万一光年娱乐再有什么其他的操作，我们也只能任其炒作了。二，发声明澄清，但是这样等于直接打了魏有才的脸，让未来被冠上了炒作的名义。万一光年狗急跳墙，我们也只会更麻烦。冷处理吧。你确定？冷处理的潜台词就是甭理他们。借位土位，网上一抓一大把。要多搞笑有多搞笑，虽然现在网友啊热情比较高，但是所有的新闻一个星期以后就都没了。那他们后面继续拿这个话题炒作，我们也不管了，是吗？向东南和未来终于在一起了，娱乐圈首席金童玉女。这个世界上能配得上向东南的人只有未来，有魏有才这样的老丈人在，向东南重回巅峰指日可待。所以说，这向东南和未来才是一对。对呀，他们俩才是一个世界的人嘛。媒体拿我们炒作的事儿还少啊，我们以前也没搭理过。还有个办法，可以马上官宣我和苏琪。算了，还是冷处理吧，再有什么事情也只能慢慢兜着了，谁让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助理呢？拜托了，平平无奇的助理。哎，你和主任现在怎么样了？你们的事情没有解决，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进展，所以我不是在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呜呼，哇，
未来，不可以是他，绝对不可以。算上上次参观，这算是我第二次进正式的录音室，都是你带我去的。这次我还用了里面很多设备，感觉太棒了。还有，在歌手是我的录制现场，我站上了那个舞台，真是舍不得下来。我总算是理解那些歌星为什么那么痴迷舞台了。想明白了。嗯，我愿意当领唱。哦不，我想当领唱。孺子可教也，不枉我一番苦心。向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之前我说我不需要，是因为很多事情我都没有见过，也未曾拥有过。可直到我站上了舞台，走进了录音室，我才知道我内心是渴望的。你有渴望就会有目标，有目标就会有冲劲儿。嗯，对了，向老师，你的新歌真的很棒，我很荣幸能够演唱它。有品位。其实在这之前，很多经历都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但你都带我去实现了。还有外婆的事情，好像每次只要你在，就很温暖，很有安全感。这一看就是假的嘛。但是好像有些人不需要我的安全感。嘴上说不，但心里不是这么想的，我不就是吗？向老师，你去哪儿？去找需要我的人。这也太假了吧。 As the title shows, it is about time traveling. The author H.G. Wells is regarded as the famous of science. 啊，不对不对不对。As the title shows, it is about time traveling. The author H.G. Wells is regarded as the father of sci-fi, famous for his science, his romantic science writing style. 明天上午就要说了，你就要比赛了，怎么现在还卡词啊？这个世界上能配得上向东南的人，有未来这样的老丈人。向东南重回巅峰，指日可待。这向东南和未来是谁？他们俩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怎么回事？明知道是假的，怎么还想啊？我脑子想什么？向东南和未来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为什么不澄清？不想闹大。你们考虑过苏琪的感受吗？我发誓绝对不会让苏老师受到任何的伤害。动手动脑动脚都比动嘴皮子有用。完了，我是不是要前功尽弃了？明天就要上台了，这个电影两个小时呢，这不是闹呢吗？临时抱佛脚是没用的。那也总比不抱要强吧。观影的时候禁止观看手机。苏老师，你已经很棒了，给别的老师留点机会好吗？不要听耳朵里的声音，要听到别的世界的。
眼中的苏琪老师是个很在乎学生的老师，对我们很好，对肖老师也很好。感觉苏老师好像从来没换过衣服，但是还是很酷，还好你哦。苏老师，贝特说您是他最喜欢的老师之一，我也是啊，我也超喜欢苏老师。苏老师给了我很多创作灵感，是我的缪斯女神。是个漂亮的老师，苏老师，爱你哦。苏老师，更爱你。虽然他声音有点催眠，但我觉得他是个可爱的老师。苏老师每天看上去都充满战斗力，我挺佩服他的。是个勇敢的女战士，内心强大，值得信赖。对苏老师第一印象还挺好的，本来以为是个文静温柔的老师，没想到就还挺有个性。是那种一开始就让人挺害怕的，总是板着脸，但是接触久了就会喜欢上的嘛。苏老师的板书非常工整，平常指导我们也很认真负责。苏琪老师啊，是个认真又严肃的老师，板书很标准。我希望我的英语可以和苏老师说的一样好。苏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英语作业写完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有一期英语作文要写最崇拜的人，我写了牧尘。第二天苏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我以为他要怪我粗心了，没想到他只是很认真地指出我词汇和语法的错误，教我怎么表达更好。那次之后我好像就有点喜欢英语。苏老师是一个永远会站在学生身边的人。谢谢苏老师，和您的那次谈话我会一辈子铭记在心。苏老师，一直想对您说一声感谢来着，谢谢你一直支持鼓励我。苏老师，谢谢你当时把我挡在身后，你的胳膊还真是非常有安全感的。嘴硬心软，一腔热诚。苏老师怎么样？什么？鸽子为什么会去找柯宇啊？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看样子没撞上，柯宇还开枪了。什么意思啊？笨蛋，柯宇肯定告诉鸽子真相了，不然他为什么会退群，而且连新瑶都不理了？怎么办？鸽子不会是真要和我们绝交吧？不至于，鸽子是我见过最不记仇的人，他应该会原谅我们山里的黄爷吧？嗯，未必。我有办法。什么办法？我马上就要过生日了，鸽子不会不来的。对，玩着玩着说不定什么都忘了。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生日他肯定会来的，到时候我们把话说开应该就没事了。嗯，哎，说不准不用等到你过生日的时候。为什么？鸽子不是跟我们说过吗？他们两个之间是有一个约定的，吵架第二天就来了，对吧？过两天就好了吗？鸽子这才过真的吧？鸽子，怎么又是他呀？对呀，怎么了？你们怎么了？鸽子这次真的生我们气了。星瑶一桌了，哎，怎么不跟星瑶一桌了？哥哥，你怎么？
好，新同桌。这是鸽子的位置。现在就是我的。我不同意。不是你干什么呀？换回去。换不回去，这是鸽子主动跟我提出换位置的。昨天晚上鸽子给我发信息说想跟我换位置，我就答应他了。要不是鸽子央求我，我也懒得换啊。那你可以坐回去。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很难相处。难相处，你可以换回去。搞得像我多想和你坐同桌一样。起立。老师好。同学们好，请坐。我们今天开始第六单元第一课，鲁迅的祝福。大家先翻到课本第105页。我们先来聊文章的最后结尾部分。哪位同学来朗读一下？南歌子，你来吧。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急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哔哔包包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朦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就说你没问题吧。杜家长，我们苏老师、向老师，我知道你们同事之间感情好，但容我多说一句，向老师，你好歹也是有女朋友，跟女同事走得这么近，容易让人产生误会，这影响不好。我女朋友就是未来。全世界都知道吗？啊，不好意思啊，杜校长，我们以后一定注意。一定要注意，害得我一直误会你们俩在谈恋爱。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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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多疑了，啊，苏老师，你和向老师压根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的确不般配。向老师跟未来才是一个世界，是吧？哦，对了，苏老师，恭喜你通过预赛。张老师，祝你爱情美满。好了，那我先走了。杜校长，等一下。这个好吃。谢谢。贝特怎么给我转这么多钱啊？你看，天哪，4000块！打过来了。贝特，收到钱没，星仔？不是，你不是要存着钱毕业了去看 NBA 吗？你转我这么多干嘛？哎，存不了了，今年情况特殊，必须 all in。等一下，我把生日礼物发给你，你去专卖店帮我买一下，下周替我送给费斯。贝特哥。你要送给菲斯什么礼物啊？这么贵！哎，你们待会儿看了就知道了。先不说了哈，拜拜。